他管明年汽车预计上涨十万，年轻人房子买不起，汽车买不起，竟然没有议员立委关心这件事情，怎么会有立委关心这件事情呢？所有的汽车车商，哎，他们老板后面不是议员就是立委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不知道吗？你不知道吗？我这样讲好了啦，我我我我我这样讲，刚我刚刚大家讲好了啦。 台湾连一点都改不了，大家都有车子嘛，大家都有摩托车嘛。我们的燃料税超贵，为什么？我们的什么环保什么？来，我讲个，我讲个道理。为什么人家美国都在开八缸的车？八缸大家都想开嘛，马力大，耗油大。哦，六千 CC，六点三，对不对？五千 CC，四千 CC。台湾的燃料税定则是以 CC 数，这个其实就非常违反天理。 别人说，我们为了要省税金，我们不能买好的引擎，我们得去买那一点六、一点三，破拉。开起来又没有那种啊爽度。那有钱人他就去买保时捷哦，什么八缸的哦，什么六缸的，哦，爽嘛、啊，原厂管就很爽了。那个马力一踩，哦哦，舒服，快射了。可是你就要付出一年三万多。 甚至六点六点三的 C 六三，对不对？或是 B N W 四点四，一年税金就硬生生好几万，这个是不是不合理？但是立委改了吗？那你说我、啊、要怎么改呢？我现在就跟你讲，随油增收嘛。你开多，你改啊！大家一定马上说好，你加个一点点钱，你开多，你八缸的车开多难多啊！ 你吃油怪是 O、OK, K，我让你吃，我就喜欢这种车。可是不应该是惩罚民众。有一些人买车来，他一年到头，他一个礼拜就开两次。可是你一年就要他妈的他八万税金，六千 CC 的，一年要八万多，这到底是什么鬼？你光你光这个有人出来讲吗？你光我看台湾问题真的很多了，台湾问题这个很多了，台湾的问题很多很多。 哦，很多很多，没有人愿意改，真的是这样。我我今天我我今天我讲一句白白听难听一点的啦，我要讲难听的哇！明天今天这个影片下来，不不知道多少民进党，我支持，我很支持蔡英文，也是我们有认识有有管道。 你是你这一次这个公投案很重要，我知道。你知道台湾这些政治人物不去修法，不去做该做的事情，最喜欢做的就是你斗我，我斗你，互抢政权。蔡英文、苏贞昌这一次说要演讲，要什么五十场、三十场，全身跑透透。最近就爱跑了，但我们看到苏贞昌行政院长、欸，诶行政院长他负责什么经济、房价，什么都是他的事。 国内调涨啊，油调涨啊，大家物料调涨啊，东西买不起啦、啊。法律修订啊，行政组委他管的、啊、地方，他中央可以直接把枪的条例定掉啊，刑法他可以叫列例立委去改啊。他们没有空，他们在忙着演讲。大家四个不同意哦，好啦，虽然我心里面也是希望四个不同意啦，而来租这个有争议之外啦。 除了莱猪啦，哦，莱猪你把它讲好了哦，这是经济什么好，我可以接受。其他剩下的我知道四个不同意，我也知道，但是他们现在全全力在忙这个。你看所有的民进党立委，所有的 F B，你去看一招，全部整天在骂国民党，都没有一个立委说我今天提出什么样的法案，我是不是把黑枪条例定定，我们要定定更严格。哦，最近这个小孩子这个受伤害。 那未来是不是遇到这个小孩子受伤害，我们要重惩？那酒驾，那拿刀杀人，精神病犯，那是不是要弄一个精神病监狱？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，大家都是干你你啊啊！我反核，我核，我支持核能，我反核永远站在这个，因为他知道你们喜欢斗嘛，丢一个炮弹出来，你们就不会去理囤房税啊，不会去理这个什么货物税啊，不会去理民生问题嘛，继续斗。 两边支持者斗啊斗的，你们要不要冷静下来？民进党支持者，你要,要冷静下来。你回头问你的执政者，有些法案，台湾一些法案是不是要改？民生需求是不是要先顾？真的真的，我也支持民进党啊，我在那边已经讲了 N 百次了嘛。那谁愿意出来讲这个？没有人啊。然后你再来怪人家动私刑什么？对，送私刑确实不对。 但是这也凸显了这，它也凸显了一个问题：台湾的法律大多数是不公不义的，对不对？你凸显一个问题，所以人家不信赖法律，所以我先打先赢了、啊。你有没有想过这个？我很多很多，我也赞成，很多读书人在那边说：“馆长，你这样很粗暴，我们应该反对事情。”我也反对私刑嘛，不然我现在早就拿枪去把他们都干了。我是最，我是最，哎、欸。 你讲私刑，我应该可以先做了吧？我都被打成这样了，我应该也可以先私刑的吧？那因为法律我们要不到公正啊。到现在我的案子审了一年，凶手还在，不知道在哪里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今天死掉了，换我老婆在那边哭，谁理他啊？台湾的确有很多法律上的严重的问题，跟许多民生上很多严重的问题。没有啊？你看他们有时间去办演讲，有时间去办公听会。 有没有架大型的 LED 电视？苏三唱三轮，我你讲阿拉啦啦阿拉阿好不好？最近大家看新闻，我不是说你这样不对，你是一个行政院长，你应该国家大事应该蛮多的吧？你怎么会有那个美国时间出来搞这种演讲？哦天哪、啊、，My God！好，不要讲下去了，了再讲下去又有人专门说他妈的鸡巴的，我是国民党刺客，现在又要刺民进党，我不是在刺谁。 你们都是官，你们的权力很大，你们背后金主很多，可是你们永远不正视国家安全问题、跟国家民生问题、跟国家刑法、跟国家不公不义的问题，永远都在搞选举。那一个搞选举，一个就要出来搞对立，一个攻，一个一个民国民党现在要干他嘛？民党现在不给他干嘛？所以就是都会玩这个啊。那谁真的？我们夜宿凯道，我也夜宿凯道，我为了人民夜宿凯道，我们要改刑法。 我们要把这个法官这个不好的制度改掉。我们要居住正义，我们要这个居住，我们要司法正义。我去夜宿，我相信更多台湾人就会支持，因为这有共鸣嘛。嗯嗯嗯嗯，哦，小章鱼啊，狗共鸣嘛，你会属虎吗？哈，很舒服，所以我也要跟他管去夜宿开道，有共鸣嘛，它会震动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但是你老是搞一些吵架、喷口水的。 呸呸呸！我们赞成何能，呸呸呸！我们不赞成何能，我去你妈的！啊，所以嘞，赞成跟不赞成，然后嘞，然后又回到老问题了嘛。然后吵啊吵啊，分裂啊，人民那干呀嘞，一边站，一人站一边呐、啊。然后你们这些蠢蛋，你看吧，哈,哈哈哈，四年又到了，啊，我又要选举了，时间再过，该贪污的继续贪污，该搞事的继续搞，不是。 没有一个，不管是反对党也好，在野党也好，执政党也好，没有人敢去沾应该办的事情。哎，人民现在买不起房，手你的公宅嘛？所有人都承诺公宅，公宅盖到哪里去了？公宅盖到哪里去了嘛？你说不打房了，那公宅在哪里？在你你阿老鸡掰了。我说有没有错？公宅在哪里？当。 电动车的问题哟、喔，我丢一个东西给你啦，你吃吃看我的小好不好吃哦？电动车我知道很好，那、啊、电动车也是一个重污染工业，你知道吗？这時候要讲科学的吗？你知道制造电池它有多严重的碳排放吗？你就要跟我讲碳排放吗电池超毒，而且维修电池超贵，你知道吗？ 环保嘛，I know 环保。你知道制作电池超贵吗？超污染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所以这是个无解问题嘛。然后再来充电桩，充电桩在哪里？寸土寸金啊谁要给你办充电桩？一台车要充四十分钟。您您你啊，你今天去南部玩？ 自助玩玩玩玩玩，干你娘的！前面三根充电桩，他妈的五十台车在等那三根充电桩。你知道充电桩啊？你要有很多钱去在你家下面装一根，要属于你的，然后再牵电上去你家，然后电费两百二的哦，那个电要两百二，的，好像是要两百二的吧？那充电桩就不便宜了。充电桩嘛，你要想办法解决充电桩。 你你问特斯拉车主嘛？台湾充电桩多不多嘛？就就充电桩它就不多，它、啊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。它、啊、充电嘛，现在充电的效能又很慢。我加一台，我加一台有五分钟，十五分钟，帮人尿个尿，八分钟充完走人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加过油嘛？ 一台车如果真的大电了，在那边，嗯，三分钟、五分钟充完了走人，那个顺便还可以去尿个尿。充电桩一台，你在那边插那边四十分钟还没有完全充饱，还是快充还是慢充？嗯，我现在也很期待氢气啦。大家知道氢汽车吗？它一样是用加的，可是台湾到时候又要来环评了，因为氢汽车的氢气站要一个转接站在水海水厂。 然后转接进来，大家可以上 YouTube 去看。现在那个日本已经在研发，然后双 B 车已经在国外已经运行了。他们有氢气充，就是在跟加油站一模一样，它插进去加下去，它一样五分钟就加满了。加一次氢气，这个氢气加一次，它可以跑七百多公里，很厉害。然后它是氢提供电，对，那个也很环保，它是用海水去提炼。哦，然后它的成本跟加油差不多。 就是你要去加一次，跟油费差不多。然后他是吃氢气的，对，吃氢气的。可是他不会随着油价这样跑。他最有的优势就是，你油价再怎么涨，你家的事。他是永远都是海水转氢气，对。那、啊、现在现在就看他们怎么做了，把它做好了。怎么做？把它做好了。哦，到现在就是他们还在研究当中，好不好？ 啊、怎么我们聊到这个了？看，我给你看一个氢气车，双逼他们在国外都已经在进行很久了啊！你们多去看 YouTube 好不好？人家外国已经在做了啊，而且已经试已经在试了哦、喔。他们欧洲已经在试了啊，他们他们已经在这个在玩这个了啊！你们可以去看好不好？这边都是啊，这边都是啊。 给你们看一个东西，哎，帮我进来抽奖，这不都是？你们可以去看一下，外国都已经在走了，外国都已经欧欧洲都已经在走了，哎，特斯拉电动车在，o t a 也是在投资啊，不，氢汽车，o t a 口袋够深，哥还是不算，啊，啊啊、这个、啊。 B M W 也有啊，奔驰也有啊。Seven hundred ninety nine euros a month in leasing fees. I'm leasing a. and that's. 氢气电池啊，这个很多啦。他们就是，只是现在成本的问题，然后弄弄到后，我相信到最后，如果普及化了，它的成本就 low down 了呢。对啊。